午吃寿司，已经打电话让他们给做好了，等一下直接去吃就可以了，很不错。然后等一下走走去上学。现在吃饱了，打算去小鸡店玩一下，然后再去开车上学，反正时间还来得及。哎，这个椅子还挺好看的，可以试着拍一张。好了，买了一个这个，可以给这个夹到蓝青蛙的副驾驶上，然后给它吸上去。啊，好了，现在给它蒙特到车上了。哦，感觉还挺高的。哎，把蓝青蛙停到了天台上面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啊，秋天感觉好好呀。拜拜青蛙，在这晒太阳吧。咦，迎着夕阳下课了。